果年龄一样，老夫不是你的对手，那老夫就将魂力限制在50级，接你3招，如何？只要你能让我移动半分，或者动用武魂，就算你赢。好。好奇这孩子身上有什么样的能力，竟吸引到了他。宇浩，小心！虽然龙逍遥可以把魂力控制在与你相等的水平，但他极限斗罗的强悍肉体是实打实的。还记得我吗？爸爸，他们是坏人。让我来跟这个小丫头玩玩。仿佛撞上了一座山岳。小子，就这些？还有我呢。你死！地剑，冰肌无双。来得好！缺你不可。你说的不冤枉。我那是下意识。宇浩，我成功了！太好了，什么魂技？保密。等你从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回来以后就知道了。不说算了，我也有个秘密，等我回学院了再告诉你。你好了，不逗你了，玄女。好可爱的小姑娘。她是谁？还亲，小丫头，连老爸都不要了。老爸，你什么时候有女儿了？别激动，也是，有些事情是时候告诉你了。还气不过输给宇浩和那个小家伙？这下输他了。气顺了就好。你身上竟然有极北三大天王中的2个。宇浩，我觉得你应该将你老师留下的魂灵秘法发扬光大。我正有此意。也许能够通过魂灵来解决魂师与魂兽之间的矛盾。我们昊天宗一定鼎力相助。回到学院要照顾好自己。去吧，他在等着你。
两位伯父，再见。王东这一路怎么一言不发，怪怪的。宇浩，那咱俩就在这里分别。你回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，我回史莱克学院。嗯，我走了。等你回史莱克学院，说不定就能见到我姐姐了。姐姐，小子通过了我们的考验，看来可以把锦囊交给他了。霍宇浩，你是个大笨蛋！啊，哪来的苹果？就要结束了，不知道大家都成长了多少。史莱克学院，我要回来了。来了，你在等我。你这身制服是要走？交换期满，我明天就回去了。上次一战，我从你的君临天下中体悟到了很多。你走之前，请认真和我再比一场。好。
就像一柄无鞘之剑，剑意锋锐无比。今日一剑，你却到达了更深的境界，藏剑意于心中。看来你真正领悟了精神力与魂力之间融合的奥秘，不愧是剑痴啊。刚才那是你的领域吧？叫什么？剑。从你的剑中，我感觉到了极度寒冷中的孤傲。它叫什么？冰极无双，是我新学会的技能。你还没有使出君临天下，我便输了。你我今日应是平手，你的领域还不完整。你那完全自创、将剑意实体化的战法也没有完全施展。我很清楚你我之间的差距，但这只会让我更加期待与你的战斗。希望你回到史莱克学院之后，我们还有机会再战。后会有期。我们史莱克比我强的人很多，随时欢迎你来挑战。季绝尘，你能完全凝视如今的意志力也深深影响了我。糟了，得赶紧去跟薛老师汇报了。完美，无论是手法还是研究思路，我都没什么可挑剔的了。宇浩，我很高兴能成为你的导师，也很遗憾，明天交换期满，我就要失去你这个好学生了。薛老师，谢谢您这段时间的悉心教导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还想继续跟着您学习，不知您愿不愿意？你不会还在想着让我加入唐门的事吧？我说过，一定会让您改变主意的。最后的这几个月，我一直在为此努力，希望能拿出足以打动您的成果。只是，要向您展示它，可能需要您对我完全的信任。自从跟雪女融合后，我的精神力再上一层楼，可以投射到别人的精神之海里。前提就是，对方足够信任我。好歹做了你这么久的老师，你的品性为人我很了解，你是要用精神系的能力吗？尽管用。薛老师，我不会辜负您的信任。你要给我看的就是这个。杀伤性魂导器全都掌管在帝国高层手中，一枚八级顶装魂导炮弹就足以荡平整座日月学院。你是怎么弄到的？等等，这是你做的？他叫鬼剑仇。薛老师，您不认为我做的这个只是外壳吗？七级以上的魂导器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灵魂，这枚魂导炮弹的气息又是如此独特强悍，做不了假。幸好在亡灵魔法的遮掩下，薛老师没有发现它的不完整。等我的魂力到达七十级以上，就能真正完成核心法阵的铭刻。我不明白，纵使天才如你，可一个七级魂导师是怎么做到的？如果只是我自己，当然不可能，但我们唐门却可以做到。唐门暗器虽然没落，但我从中发现了许多精巧的机库，将其与魂导器结合，
必然能够创造很多奇迹。不得不说，你实在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但是，我还是不能答应你。不过，你要是愿意把鬼箭头的图纸给我一份，我可以用我名下的任何研究跟你交换。薛老师，我最佩服您的一点，就是您对于魂导器的这份纯粹热爱。我同样了解您的品性为人，您真正想做的，不是为日月帝国研究杀人工具，而是将魂导器民用化，造福大众，对吗？堂主，什么时候能通过我开发民用魂导器的申请？哼，那件事不急。蜜蜂奶瓶研究的怎么样了？太子很看好这项技术，希望尽快在战场上投入使用，实现效益最大化，让魂师部队的战斗力瞬间翻上几倍。我一直认为魂导器存在的意义在于促进人类社会进化，但无论是哪方势力，永远想到的都是利用魂导器帮助魂师变得更加强大。我可以向您保证，唐门绝不会如此。还记得诸葛神弩炮吗？如果唐门只想为魂师制造武器，大可以为诸葛神弩炮加上更强悍的核心法阵，而不是用魂力充能后令普通人也有自保的能力。唐门，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。只要您愿意，唐门的大门会一直向您敞开。堂主，明日在枫叶城的交换事宜安排妥当了。很好，等交换生们离开日月帝国，再出什么事可就跟我们无关了。霍雨浩，你还记得我吗？爸爸，他们是坏人。让我来跟这个小丫头玩玩。仿佛撞上了一座山岳。小子，就这些？还有我呢。该死！地剑，冰肌无双。来得好！缺您不可。你说的不冤枉，我那是下意识。雨浩，我成功了！太好了，什么魂技？保密，等你从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回来以后就知道了。不说算了，我也有个秘密，等我回学院了再告诉你。你好了，不逗你了。玄女，好可爱的小姑娘。她是谁？还亲，小丫头，连老爸都不要了。老爸，你什么时候有女儿了？别激动，也是，有些事情是时候告诉你了。
还气不过输给宇浩和那个小家伙？这下输他了。哼，气顺了就好。你身上竟然有极北三大天王中的两个。宇浩，我觉得你应该将你老师留下的魂灵秘法发扬光大。我正有此意。也许能够通过魂灵来解决魂师与魂兽之间的矛盾。我们昊天宗一定鼎力相助。回到学院，要照顾好自己。去吧，他在等着你。两位伯父，再见。王东这一路怎么一言不发，怪怪的。宇浩，那咱俩就在这里分别。你回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，我回史莱克学院。我走了。等你回史莱克学院，说不定就能见到我姐姐了。姐姐？小子通过了我们的考验，看来可以把锦囊交给他了。霍宇浩，你是个大笨蛋！哪来的苹果？就要结束了，不知道大家都成长了多少。史莱克学院，我要回来了。来了，你在等我。你这身制服是要走，交换期满，
我明天就回去了。上次一战，我从你的君临天下中体悟到了很多。你走之前，请认真和我再比一场。好。剑意锋锐无比，今日一剑，你却到达了更深的境界，藏剑意于心中。看来你真正领悟了精神力与魂力之间融合的奥秘，不愧是剑痴啊。刚才那是你的领域吧？叫什么？剑。从你的剑中，我感觉到了极度寒冷中的孤傲。它叫什么？冰极无双，是我新学会的技能。你还没有使出君临天下，我便输了。你我今日应是平手，你的领域还不完整。你那完全自创、将剑意实体化的战法也没有完全施展。我很清楚你我之间的差距，但这只会让我更加期待与你的战斗。希望你回到史莱克学院之后，我们还有机会再战。后会有期。我们史莱克比我强的人很多，随时欢迎你来挑战。季绝尘，你能完全凝视如今的意志力也深深影响了我。糟了，得赶紧去跟薛老师汇报了。完美，无论是手法还是研究思路，我都没什么可挑剔的了。宇浩，我很高兴能成为你的导师，也很遗憾，明天交换期满，我就要失去你这个好学生了。薛老师，谢谢您这段时间的悉心教导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还想继续跟着您学习，不知您愿不愿意？你不会还在想着让我加入唐门的事吧？我说过，一定会让您改变主意的。最后的这几个月，我一直在为此努力，希望能拿出足以打动您的成果。只是，要向您展示它，可能需要您对我完全的信任。自从跟雪女融合后，我的精神力再上一层楼，可以投射到别人的精神之海里。前提就是，对方足够信任我。好歹做了你这么久的老师，你的品性为人我很了解，你是要用精神系的能力吗？尽管用。薛老师，
我不会辜负您的信任。你要给我看的就是这个。杀伤性魂导器全都掌管在帝国高层手中，一枚八级顶装魂导炮弹就足以荡平整座日月学院。你是怎么弄到的？等等，这是你做的？嗯，他叫鬼见愁。玄老师，您不认为我做的这个只是外壳吗？七级以上的魂导器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灵魂，这枚魂导炮弹的气息又是如此独特强悍，做不了假。幸好在亡灵魔法的遮掩下，玄老师没有发现它的不完整。等我的魂力到达七十级以上，就能真正完成核心法阵的铭刻。我不明白，纵使天才如你，可一个七级魂导师是怎么做到的？如果只是我自己，当然不可能，但我们唐门却可以做到。唐门暗器虽然没落，但我从中发现了许多精巧的机库，将其与魂导器结合，必然能够创造很多奇迹。不得不说，你实在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但是我还是不能答应你。不过你要是愿意把鬼见愁的图纸给我一份，我可以用我名下的任何研究跟你交换。薛老师，我最佩服您的一点就是您对于魂导器的这份纯粹热爱。我同样了解您的品性为人，您真正想做的不是为日月帝国研究杀人工具，而是将魂导器民用化，造福大众，对吗？堂主，什么时候能通过我开发民用魂导器的申请？哼，那件事不急。米冯乃平研究的怎么样了？太子很看好这项技术，希望尽快在战场上投入使用，实现效益最大化，让魂师部队的战斗力瞬间翻上几倍。我一直认为魂导器存在的意义在于促进人类社会进化，但无论是哪方势力，永远想到的都是利用魂导器帮助魂师变得更加强大。我可以向您保证，唐门绝不会如此。还记得诸葛神弩炮吗？如果唐门只想为魂师制造武器，大可以为诸葛神弩炮加上更强悍的核心法阵，而不是用魂力充能后令普通人也有自保的能力。唐门，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。只要您愿意，唐门的大门会一直向您敞开。堂主，明日在枫叶城的交换事宜安排妥当了。很好，等交换生们离开日月帝国，再出什么事可就跟我们无关了。